来的话，克兰丁上面有写得很清楚啊，就不能做在就业的事情，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呢。如果在这月刚好有一个女生，有一个妈妈坐月子生小孩子的话，那身体当然不这么健康不舒服呢，一样的要吃饭要喝水这样。 OK， 在这一天的时候，白天15个小时有2个事情不能做的呢，第一个就是吃饭。